真受到欢迎的鹿港小食会，今年由鹿港庙口商圈首度来推出升级版本的鹿港寻味食子宴。10号早起举办记者会，向大家公布这届食子宴的菜色和时间点点，邀请爱食美食的乡亲做伙来品尝这鹿港老店的手烙菜。因为小食宴创造出当年妙砂的口碑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鹿港老店的手烙菜，鹿港庙口商圈发展协会邀请高经超过一家子老店捧出招牌菜，推出这鹿港寻味食子宴。这届鹿港寻味食子宴当中，仅那百年老店就五间，分别是三环锦路面无粉蚵仔煎、油丁仔特制石灰锅、电油丁饼店的红干锅，阁有松本坊的菜头酥、汉滨水蒸饺烹出的炊丸，另外阁有四间60年老店推出的麻辣润饼等等美食，每一项拢是上在地小食美食。这次呢，我们要办的是食子宴呢，是在11月7号的下午哈，我们在台湾玻璃馆，然后里面有一桌，里面是6000块12道菜，我们有送观光工厂的抵用券，还有我们商圈的抵用券，还有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温袋。这一次的菜有12道，里面有一些特色的，以前你们常吃的蚵仔煎，然后我们就用三番的五粉的，还有乌鱼子、母虾猴，还有粽鳗，还有凤眼糕。哦，凤眼糕，百年凤眼糕，还有那个石花糕，哦，我们的一生在的石花糕。这一次的特色有一些菜你们没有吃过，就是说有猪肚脏、低豆青，这一次是很多人没，就很多人在问的哈，哦。还有一个用润饼皮落去搞的麻辣，哦，那我们就把我们60年的店的那个锦心饼铺啊，他做的麻辣来做这个。麻辣更安尼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老菜。这届鹿港寻味食子宴伫11月7号暗时6点，伫鹿港台湾玻璃馆登场，达到6000块会当食12项菜。到5月21号早起9点开始网络报名，预计开放60桌，有兴趣民众爱好好把握时间。新竹华新闻蔡良谦鹿港采访报道。